受记品第六。尔时世尊说是记已，告诸大众唱如是言：我此弟子摩诃迦舍，于未来世当得奉敬300万亿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往宣诸佛无量大法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，名曰光明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国民光德，结名大庄严，佛寿12小节，正法住世20小节，相法义住20小节，国界严饰，无诸秽恶瓦砾荆棘遍历不净，其土平正，无有高下，坑坎堆覆，琉璃为地，宝树行列，黄金为绳以借道策，散珠宝花周遍清净，其国菩萨无量千亿，诸生闻众亦复无数，无有魔事，虽有魔及魔名，皆护佛法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告诸比丘，我以佛眼见释迦舍，于未来世过无数劫，当得作佛，而于来世供养奉敬300万亿诸佛世尊，为佛智慧进修梵行，供养最上二足尊矣，修习一切无上智慧，于最后生得成为佛，其土清净，琉璃为地，多诸宝树行列道策，精神戒道，见者欢喜，常出好香，散众名花，种种奇妙以为庄严，其地平正，无有丘坑，诸菩萨众不可称计，其心调柔，待大神通，奉持诸佛大乘经典，诸生闻众无漏后身，法王之子亦不可计，乃以天眼不能数之，其佛当受12小节，正法注释20小节，相法义注20小节，光明世尊其事如是。尔时大目犍连、须菩提、摩诃迦旃延等皆悉耸立，一心合掌瞻仰尊严，目不暂舍，即共同身而说偈言：大雄猛世尊，诸世之法王，哀悯我等故而赐佛音声，若知我身心见为受记者，如以甘露洒除热得清凉，如从鸡国来呼吁大王善，心犹怀疑惧，未敢即便识，若复得王教，然后乃敢识，我等亦如是，每为小乘过，不知当云何得佛无上慧，虽闻佛音声言我等作佛，心上怀忧惧，如未敢辨识，若蒙佛受记而乃快安乐。大雄猛世尊，常欲安世间，愿赐我等记，如今须教时。尔时世尊知诸大弟子心之所念，告诸比丘，是须菩提于当来世奉敬300万亿那由他佛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常修梵行，具菩萨道，于最后身得成为佛，号曰明相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结名有宝，国民宝生，其土平正，玻璃为地，宝树庄严，无诸丘坑沙砾荆棘遍历之慧，宝花覆地周遍清净，其土人民皆处宝台真庙楼阁，声闻弟子无量无边，算数譬喻所不能知，诸菩萨众无数千万亿那由他佛寿12小节，正法注释20小节，相法义注20小节，其佛常处虚空为众说法，度脱无量菩萨及声闻众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诸比丘众，今告汝等，皆当一心听我所说，我大弟子须菩提者，当得作佛，号曰明相，当供无数万亿诸佛，随佛所行见具大道，最后深得32相，端正殊妙，犹如宝山，其佛国土严净第一，众生见者无不爱乐，佛于其中度无量众，其佛法中多诸菩萨，皆悉立根转不退轮，彼国常以菩萨庄严，诸声闻众不可称数，皆得三明，具6神通，住8解脱，有大威德，其佛说法现于无量，神通变化不可思议，诸天人民数如恒沙，皆共合掌听受佛语，其佛当受12小节，正法注释
二十小节，相法译注二十小节。尔时世尊复告诸比丘众，我今谕汝是大迦瞻言，于当来世以诸共具供养奉侍八千亿佛，恭敬尊重。诸佛灭后，各其塔庙高千由旬，纵广正等五百由旬，皆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，种花璎珞涂香墨香烧香增盖窗幡供养塔庙。过世以后，当复供养二万亿佛，亦复如是供养，是诸佛已具菩萨道，当得作佛，号曰阎浮那提金光如来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无上士，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。其土平正，玻璃为地，宝树庄严，黄金为绳，以戒道策，妙花覆地，周遍清净，见者欢喜，无四恶道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阿修罗道，多有天人、诸生闻众及诸菩萨无量万亿，庄严其国。佛授十二小节，正法注释二十小节，相法译注二十小节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，诸比丘众皆一心听，如我所说真实无异，是迦瞻言当以种种妙好供具供养诸佛，诸佛灭后起七宝塔，亦以花香供养舍利，其最后身得佛智慧，成等正觉，国土清净，度脱无量万亿众生，皆为十方之所供养。佛之光明无能胜者，其佛号曰阎浮金光。菩萨声闻断一切有，无量无数庄严其国。尔时世尊复告大众，我今谕汝是大目犍连，当以种种供具供养八千诸佛，恭敬尊重。诸佛灭后，各其塔庙高千由旬，纵广正等五百由旬，皆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，种花璎珞涂香墨香烧香增盖窗幡，以用供养。过世以后，当复供养二百万亿诸佛，亦复如是，当得成佛，号曰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无上士，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。结民喜满，国民亦乐，其土平正，玻璃为地，宝树庄严，散珍珠花周遍清净，见者欢喜，多诸天人菩萨声闻其数无量。佛授二十四小节，正法注释四十小节，相法译注四十小节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，我此弟子大目犍连，舍世身已得见八千二百万亿诸佛世尊，为佛道故供养恭敬，于诸佛所常修梵行，于无量劫奉持佛法，诸佛灭后起七宝塔，常表金刹花香伎乐而以供养，诸佛塔庙渐渐具足菩萨道矣，于亦乐国而得作佛，号多摩罗旃檀之香。其佛寿命二十四劫，常为天人演说佛道，声闻无量如恒河沙，三明六通，有大威德，菩萨无数，智故精进，与佛智慧皆不退转。佛灭度后，正法当住，四十小节，相法一耳，我诸弟子威德具足，其数五百，皆当受记，于未来世贤德成佛，我及汝等素是因缘，五经当说，汝等善听。